食材正面倒掉加强铁件，莱特利专利倒掉加强螺丝，近 SGS 测试拉拔破坏数据高达3800公斤，配合专利防坠弹簧又再多加了一道安全防护。此专利设计主要是针对倒掉食材、外倾食材、仰角食材正面加固使用，也可以当作清水膜的方式来装饰使用，既抗震又美观。莱特利专利倒掉加强螺丝 SGS 拉拔测试报告。